各位全贤，大家好。或许张大天文师的很高兴又到我们共聚善缘的时间。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练讲三宝标准版。有人要学习讲三宝，可以做把这个讲座作为练习的对象，作为一个标准。我们第一段讲到求道才能超生死，过去大道还没有普传，修行人在各宗教里面修各种法门啊，不管你修什么样的宗教，只要是正教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宗教里面没有传这个道，信仰宗教不够，一定要来求道。所以这边有一句话，古时修行人想要超生了死，都必须千里访灵师，万里求苦集。古时候的人，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啊，如果你要想超生了死，超生了死就成仙做佛了，那一定要去拜灵师求道。灵师是领着上天老母天命，一代祖师，领着老母天命的一代祖师，就是日月的名的名师，不是有名气的名师。那名师帮你点开玄关窍，这一指点叫做求道。你信教入教那个都不是求道，灵师帮我们点开玄关窍，让我们灵性能够从这个灵魂的正门回到天外天，无际里天了。我们求道当下，灵师有传给我们三宝。第一宝玄关窍，打开玄关窍；第二宝传给你口诀五字真经；第三宝传给你佛陀。你得了这三宝，你才能够成仙作佛，超脱生死的。我们来看第二段，观音佛都有三个生日。观音佛就是观世音菩萨了，他有三个生日，三个纪念日。第一个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圣诞，这是他从妈妈的娘胎出生的日子。第二个是他得道的日子，这个应该不是得道了啊、古时候的人先修后得了，他得到他就成道，回去成仙做佛了。那六月十九是他出家的纪念日，出家纪念日他去学习修行，但是他还没有得到。但是世人认为他出家修行就算他去学道，学道就得到了。事实上过去的人要修到三千公里八百国板，然后上天再派名师传授给他这个道，他得了道他就回天了啦。所以第二个生日就是他出家的纪念日，修行的纪念日了。第三个农历九月十九是他成道的日子，所谓成道就是说名师传授给他道，他当下就回天了，就成道了。